想問你分手的時候呢，你會有沒有做過啲咩好蠢嘅事傷害自己啊？或者我試過真係入咗院，但係佢冇理過我咯。我喝醉了酒，我真的控制不到，很掛住去打俾佢。我問佢係咪由始至終都冇中意過我，佢話佢係好無聊，好多時間佢戲弄我。是真的講戲弄呢個詞語咯。咁我想問一下，如果你分手的時候咧，你會聽啲咩歌多？一個人都可以盡聽。通常都是聽啲唔開心啲嘅歌，即係可能張敬軒啊嗰啲咯。係英文歌比較聽多。英文歌咁，咁你會唔會聽譬如話吳業坤嘅歌咁樣？哦，原來他有不夠愛我。即刻答，我是 CS 城市姑仔，我是 Michelle 三妹。所有经历过分手的人都一定经历过一段非常痛苦的时期，就分别是怀疑、不舍和走出伤痛的。不知道大家当时的心情是不是很沉重很难挨呢？大家又是怎样走出这个这么伤痛的时刻呢？我们立刻街坊去问一下人。不过之前我们有个特别嘉宾的，就是坤哥。两位妹妹你们好，哎呀叔叔得了，坤叔叔你们是零零后，你们零零后的嘛。我今年18岁，我2001年的。我想问一下你呢，有没有试过分手呢？有。那你分手是因为什么原因分手？浪啲讨厌他，所以跟他说分手。复完他 message 之后吃东西，之后没复他，就说为什么你立刻可以不见了那个人，就立刻打给我，之后一个人就骂我屌我咯。我现在吃着菜，现在吞了，现在吃第二条。是啊，他就是想我这样做咯。因为个男仔花心咯，不是只有他的，都有我花心的。好啊，全部都是男仔有第三者。好好惨，性格不合，好狂啊！点解个个咧分手咧都系用性格不合？九公咧全部都系咁样讲嘅。对，上一次分手系我提的，都系因为性格不合。可唔可以 playback 翻一分钟之前？九公咧全部都系咁样讲嘅。嗱，我而家想具体啲知道咩叫性格不合啦。对方脾气有少少差咯，然之后我系顶唔顺就即系一次过同佢讲就分手。我反而有啲開心，單身又可以去玩啊！單身有好處。冇嘅。咁我想問你有冇聽過分手嘅前中後，即三部曲？有咁複雜嘅咩？我哋嗰個有嘅係一嚟就分嘅咯喎。咁咧，其實分手前中後咧有分懷疑啦，跟住不捨啦，同埋走出傷痛。咁如果喺呢三個 stage 入邊，你覺得？最難捱是哪個 stage？ 懷疑應該懷疑咯，就算你跟他一起，你每一天都要不停去猜疑，究竟他現在在做什麼呢？究竟他現在說他去了睡覺，是不是真的去了睡覺呢？上學的時候究竟他有沒有跟其他人有即係曖昧啊嗰啲，咁我覺得呢個係最辛苦咯。懷疑咯，其實你自己仲中意佢嘅，咁但係你又覺得點解佢對你可能冇以前咁好啊，變咗啊，咁好煩啊呢樣嘢，即係我唔想再經歷呢啲咯。我想問你分手嘅時候咧，你會有冇做過啲咩好蠢嘅事傷害自己啊？或者有冇做過啲咩好蠢嘅事去挽留咧？都有的，可能你又不夠第二個女仔叻啦，又不夠第二個女仔靚啦，咁你唯有可能做呢啲嘢，睇下佢會唔會即係突然之間可能心血來潮，我關心一下你咁樣咯。我試過真係入咗院，但係佢冇理過我咯。我喝醉了酒，我真的控制不到，很掛住去打俾佢。我問佢係咪由始至終都冇中意過我，佢話佢係好無聊，好多時間佢戲弄我。是真的講戲弄呢個詞語咯，唔啱就斬噶咯喎，同埋我唔會投入太多感情嘛。哦，識玩識玩，玩得要英明嘅就係，尤其係女性，你唔可以投入太多感情。咁我想問一下，如果你分手嘅時候咧，你會聽啲咩歌多？一個人都可以盡聽。通常都是聽啲唔開心啲嘅歌，即係可能張敬軒啊嗰啲咯。香港嘅會唱張敬軒。係啊係啊。英文歌比較聽多。英文歌，咁如果係香港廣東話歌手咧，有冇話聽？MC 最咁，你會唔會聽譬如話吳業坤嘅歌咁樣？哦，原來他有不夠愛我。原來他不夠愛我，原來我錯後備錯。你好。原來他不夠愛我。
係你意思啊？我哋叫坤哥唱兩句俾你聽先啦，好唔好啊？試下。與你分開之前，未能夠順著那感受，隨緣的放手。謝你。好聽。係啊，飲醉酒唔好亂咁打電話，得唔得啊？哇！多謝你，戀愛了係嘛？即刻我男朋友好中意你㗎，係咪講真㗎？係啊，佢好中意你首《百二歲》㗎。哇！多謝。跟住咧，我同佢拍拖一年嘅時候，佢送咗塊牌俾我，都係攞你嗰首歌。哇！唔緊要啦，我哋仲年輕，即係總之喺每次嘅分手嗰度去學習點樣做更好嘅自己。人生係好多唔同嘅難關嘅，你哋一起去拖住手度過得㗎，拖住手。有啲咩祝福佢哋啊？結婚請我嚟唱歌，真係？嗱，你講啦。有篇為證，有篇為證。會街坊啊，做完啦，因為我發覺咧，好多人咧都覺得懷疑階段咧喺分手入面咧係最難捱噶。不過我就覺得咧，情侶之間你要多啲溝通同埋多啲嘅信任咧，咁先可以有情人終成眷屬噶嘛。係啦，同埋咧，其實就算分手咧，都唔需要做太多傻豬嘅事㗎，要好好愛惜自己，咁先可以遇到更好嘅下一個㗎嘛。最後就是無論你是單身、拍緊拖或者分手咧，都可以聽坤哥的歌噶。係啊，我其實除了分手前、中後之後，仲有好多歌嘅。即係今日做完呢個街坊之後咧，我發覺咧，我真係 uncle 啦。即係訪問親嗰啲人咧，都係零零後咧，即係差十幾年咧，即係三年一個 gap 啦。即係其實有四五個 gap 喺度噶啦。咁希望將呢個 gap 可以彌補翻啦。如果中意條片咧，就記得 CLS 啦。哇，即係叔叔講唔到啦，記得 subscribe 我同埋佢哋。原來他不夠愛我，原來我錯後未做。頭先咧，我喺後面啦，跟住男朋友即刻問我：嗰個係咪吳耀坤？係咪坤哥嚟啊？我話係啊係啊，但係因為你女朋友做咗咧，你冇咗 surprise， 你冇得做。跟住佢話：嚇點解啊？我想做啊！咁樣啊？係支持咗坤哥幾耐？我真係聽啊，應該係再前啲咯。原來他不夠愛我嗰陣時，我嗰陣時先中小六或者中一啦，一五一六嘅時候。嚇乜咩？我中意八成。八成正。如果可跟你活多八二歲，一句啦一句啦，好唔好？我怕醜啊！跟住我就係企你隔離嗰個。哇！哇！你呢個係咩話？我都冇乜點變。你呢個好侮辱喎！冇乜點變就。